欢迎各位收听，我是边讲边听。我是来个自我介绍先啦，我是节目的主持人阿吉啦。在我隔篱有一位是阿宇、阿伟、阿成、志碧。我是姚东。好啦，全部自我介绍咗啦。咁我想问一下咧，各位对性呢一方面有咩睇法咁噶？我认为性一开始讲咧就应该讲关于打飞机嘅嘢先。咁我哋不如个个都讲下我哋第一次打飞机嘅经验同埋系咯。咁我哋而家由阿吉开始讲先。由我啊，我第一次打飞机嗰阵时13岁。跟住咧？跟住你想知啲咩？你咩情况之下做乜无啦啦会打飞机？边个教你打飞机嘅先？我啊，我冇人教我打飞机。咁你系点样识打？以我所记得，好似系我记得嗰晚好似喺张床坐下咁，好无聊咁，无所事事啦。跟住好似有啲嘢逼咗出嚟啦。咁嗰阵时我未知系咩嚟嘅。跟住咧，日后等等先，阿成嘅你讲，阿成嘅你讲，阿成嗰啲系咪梦遗？唔系喎，嗰阵时我系清醒嘅喎，唔系发紧梦。咁有啲咩感觉？咩感觉？嗰阵时系感觉。哎呀，你唔好成日净系问我啦，我系主持嚟噶嘛，我应该系问你哋噶嘛。呢叫反问。咁好啦，问下阿伟啦，阿伟点解嘅？你第一次做乜会打飞机？我第一次好似系嗰时屋企又买部电脑翻嚟，咁我就想去嗰啲太阳报啲网嗰度咧，就有啲。唔系太阳报，即系新闻嗰啲网。哦，即系嗰啲色情报章。系啦，就有啲色情报章，里边有啲色情报章，我睇嗰啲故事，咁睇睇下啦。无神嗰度直咗，跟住咁就冲凉啦。冲凉嗰度痕痕地，咪摸几摸，摸摸我就拍到啲白色嘅嘢出嚟啦。跟住就等阵先，你摸几摸嘅意思系戳佢啊？系戳佢咧。你会唔会觉得好惊讶？究竟系咩嚟嘅咧？会啊。咁你嗰阵点样？即系你有冇觉得打完一次，哎呀，好兴？想再打多次，有啊，直情连饭都唔想食添，好得人惊。咁你嗰晚瞓得好唔好啊？你冇第一次咩，成哥？系啦，成哥，成哥，咁你嘅第一次系点啊？成哥讲下先。阿成哥，我第一次都系冲凉嗰阵时第一次咯。唔系，咩事？你要讲下你个经历先得噶。上下网，上下就兴奋。跟住冲凉，跟住就你系喺边度上下网嘅先？我知啊，即系你部电脑喺屋企。上下网咁唔喺屋企上啦。咁你嗰阵几大咧？嗰阵我14、15岁，14、15岁打开始打。咁好啊，我哋问下姚啊。咁你觉得个感觉点先啊？成，你讲翻个感觉。刺激啊！真系。咁我哋嚟问下姚啊，姚点解第一次会打飞机嘅？第一次打飞机啊，系喺冲紧凉嘅时候啦。点解会打就我都唔知啊，求其见到碌嘢直咗，咁咪戳两下，咁咪出咗嚟咯。咁你冲凉嗰阵时碌叫直嘅。呢啲好正常，咁你都要用簡易沖涼噶嘛？咁唔通嗰啲地方唔洗？即系你加簡易嚟，即系洗佢嗰陣，點知佢又撥起咗？咁撥起咗又點知戳多兩下就逼咗啲液體出嚟啊 ！Sammy 一樣，打飛機咯，摸邊度啊？好似女人咁，咁又冇，即系可能摸下屎忽啊嗰啲。哇，都幾高難度啦咁樣。咁但係嗰陣你係一路沖涼咁坐下坐下，但係你嗰陣其實係咩幻想都冇諗過嘅。冇啊，真係。咁你嗰陣會唔會覺得驚訝？冇啊，因為正常。咁我哋聽下知別嘅言論。唔係，不如咁啊，我係聽下椰東嘅。係咯，聽咗椰東先啦。我係一開始到依家佢未講過嘢。阿椰東係得個14歲係嘛？系啦，咁讲讲14岁嗰啲经验啦。讲嚟听。我嘅第一次打飞机，同啱啱咁多位人都一样，都系去冲凉嘅时候打。几多岁开始先？唔记得咗。系点样打？点解会打？喺当冲凉铲街嘅时候，周围摸摸摸下嘅时候，周围突然之间就。
系咁我系啦。我嘅意思系点咧？戳佢啊？定都近戳噶啦。你惊唔惊摸摸下俾你阿妈知啊？即系会唔会话你冲凉冲咁耐？咁你觉唔觉得？即系你觉得嗰人戳下戳下就几舒服，好兴奋，所以你又继续戳落去啦。咁你第一次见到啲液体嗰阵，你有咩感觉呢？你会唔会冇乜感觉？我真系。你会唔会喺度谂究竟系咩嚟嘅？都大概知系咩。系啊，你嗰阵十三啊，定十四岁啊？一二岁到啦。哦，十一二岁。咁快？差唔多噶啦，差唔多。咁我又想听下知别你嘅经历啦。我咧嘅经历就同大家有少少唔同啦。点讲？我有一次，我记得五六年班嘅时候啦，咁我就听，即系喺周边听起有啲朋友就讲，究竟女人系点样嘅咧？咁我嗰阵就觉得好好奇。咁我嗰阵阿爸咁啱又买咗部电脑翻屋企俾我。咁我趁屋企冇人嗰阵啦，咁我就自自然然抱住一个好奇嘅心，就上去睇下咸网。我仲记得我系打呢个叫三级片。嗰阵时你系点知有咸网嘅？我知，即系我由细到大我都知有三级片呢一样嘢，所以我咪上网搜寻三级片嗰啲嘢。即系三级可能睇下睇下唔够刺激，我揿埋四级添。点为之四级咧？四级，佢三级就有码，四级就无码嘅。睇完即系格仔。咁你因为我睇三级嗰人，我觉得我根本都睇唔到佢个器官系点。咁我更加好奇，咁我梗系要揾无码，所以我打埋四级网睇。听讲你系睇嗰啲动物嗰啲嘢。动物同人嗰啲。动物睇过系嘛？动物同人又迟少少嘅，系唔够。即系我觉得睇得太多嗰啲太普通人同人，咁又有好奇之心去睇下啲人兽交。咁你睇完之后，咁你有冇试过真系搵只狗拉嚟嘅？咁又未试过，因为我睇开都系男性嘅狗去，即系同呢个女人嘅女性去性。你有冇幻想过自己俾只狗咩咧？咁我又冇谂过，因为我净系觉得。狗即系男性嘅狗去进，即系佢嘅阴茎去进入呢个女性嘅人类嘅阴道啊，先觉得有啲特别，有啲出奇。咁当睇完嘅时候，你有咩感觉咧？点咧？兴奋。你睇嗰阵时都兴奋，咁你打嗰阵时唔系？咁我打嗰时，我可能后屘再睇翻啲人同人咁先再去打啦。听完你哋讲完自足完之后啦。譬如第日翻到学校之类嗰啲啦，见到啲女同学啊，唔好话第日啦，即系你近排成日自足啦，翻到去学校见到啲女同学，见到啲身材好似几唔错嘅，咁你会点样谂咧？阿伟啊，讲下你嘅谂法嚟听下。我啊，系啊，我如果俾我打完飞机，即系自足完之后第日咧，我就对啲女仔唔会有性冲动，因为我已经发泄完了。第二日喎，第二日我都已经即系已经搞掂咗。但系如果当我系差唔多成个礼拜或者成个月都冇去掂过，即系冇去打嘅话咧，咁我就会见到啲女仔，咁我都会有少少性冲动。我想问下咧，你嘅性冲动系咪对你啲 friend 即系识嗰啲定系你识我对唔识嗰啲 friend 嗰啲反而谂唔到 ，friend 真系谂唔到啊 ！friend 嗰啲反而唔会点谂得啫，真系一个都冇。如果是如果系 friend 嘅话，真系谂唔到。如果个 friend 真系着到好 sex 咁样喺你面前，何谓好 sex？ 即系好似咧，唔系即系好小布咧喺你面前。系啊，夜冬有见地啊。咁啊，唔系谂噶啦，即刻嚟啊！但系你又知佢肯俾你嚟，系咯。加埋如果你未够清嘅话，需十一个。即系你有谂？我真系唔清楚，冇谂咁多。你哋问下其他人嘅意见啦。其他人意见，咁啊，成哥啊，成哥点啊？系咩事啊？你平时打完飞机之后，之后嗰一排翻到学校啊，或者出街啊，见到啲女人啊？冇啊，我对学校嗰啲女仔冇兴趣。啊，真系一个都冇兴趣？咁学校嗰个冇兴趣，咁喺街度见到啲靓女啊，或者比较成熟少少啊，身材比较好少少嗰啲，及两及唔会完全有性冲动嘅，性冲动嗰啲死得啦。
唔系，如果即系你唔会对住佢有幻想，即系你会唔会即刻冲翻屋企就打飞机先？唔会，唔系打飞机有阵时通常都系一边睇下面一边。唔系，如果你突然间有一阵风吹起咗条女度裙，跟住你又见到人哋着咩，你会唔会即刻会幻想到佢之后嘅？唔会，你会唔会谂？话俾人听，你会唔会谂佢冇着嗰阵嗰个？那个图片喺脑海浮现出嚟，个个人都一样，个个人都唔一样嘅，系咯，所以你咪有幻想。我对呢个话题咧就冇咩兴趣，不如讲下，一日可以打到几多次啦？都得喎，呢个话题几唔错。阿肥伟，你 maximum 几多次啊？我咧假假地打伤咗，假假地咯。伟哥啊，七次八次啦，唔系你七次八次。你有冇谂过打咁多次会唔会有后遗症啊之类嗰啲啊？即系对佢温柔啲嚟打。我好似听讲过，有个 friend 咧打到尿道炎。你有听讲过？你话阿景啊？唔系，咁啊嗱，伟哥就一日打七八次啦。嗱，佢以佢经验话，不过我打完之后咧，有阵时打完之后会有啲内疚感，就系觉得点解点解我要打呢？张无神要打，但你七八次仲有嘢出咩？你七八次嗰阵时应该唔出。O K， 有感觉啊嘛，有感觉。我理得佢有冇嘢，我 feel 咪得。咁你点知你系完成一次？打都系有感觉咯。你有感觉，即系觉得你打下打佢。阿子碧，我想问你咧，你知唔知打完一次飞机咩叫打完一次飞机？你知咩打完之后嗰种感觉系点嘅啫？我就一定要流出嚟。我就认为你唔俾你未打完就已经流咗出嚟，射出嚟先觉得系完成一次。唔俾你流啊！射流，继续一吉，仲有冇啲咩嘢要发问啊？有噶，咩咧？不如讲下你自己啦，一日最多几多次啦？我一日最多两次，好渣。两次？我收到风咧，话你一日刮咗几次喎，摁咗好多次喎。嗰啲话明你收风收翻嚟噶嘛，咁未必系真的。唔系。我是听嗰啲当事人的广告喎，咩当事人？如果我在现场咁咧，你边位在现场啊？好似阿耀当时系喺现场度系嘛？你做个第二个话题先啦，系咪联谊啊？嗰阵时好似系。转话题，转话题。好啦，转话题。唔系呢个话题啊，我哋呢个话题要有斯文啲啊，斯文啲。头先你又话几放得嘅？好啦，斯文啲啦 ，OK。够放，唔系斯文得嚟够放啊！记住。好啦，你讲讲其他啦，仲有啲咩话题要讲？啊，不如我哋倾下各人嘅第一次成交嗰阵时系几时候，同埋经验。OK， 咁我觉得第一次成交嗰阵时咧，系冇我幻想嗰阵时咁有 feel 嘅，即系觉得好似反而系冇打飞机咁过瘾。唔系，等阵先，我想问下在场有冇？呢个话题唔啱你讲啊！我系阿肥伟，继续。唔系，我有啲嘢好想问阿成。阿成，你系咪有啊？喺几时？我想知。几时？系点？点解？系唔系？系点样会同佢发生？系唔系近排？系咪喺张床度兴起咧？跟住唔系噶，就你噶啦。正话你好似问人哋，叫人哋帮你买 condom 系嘛？系嗰阵时着紧校服。不知俾唔俾买啊嘛，咪叫人帮我买，关买得噶。其实唔关事啊，你着住校服都买得噶，你够钱。呢层我唔知，跟住买过一次先知。跟住咧，你后屘几次？跟住冇买啦。咁你觉得感觉点啊？感觉呢层要问你，你都有啊嘛，你都有噶嘛。我咪已经讲咗，你讲你第一次系咩？第一次啊，冇想象中咁咯。即系冇想象中咁好啊？系咯。我都是这样，我们现在问一问阿吉和阿耀，你好像有些特别的经历的。阿吉那些一次七和是吧？一次七和，一日七和，哪有你这么夸张？画错得很劲。你是想问什么先？你第一次的时候觉得感觉怎么样？你第一次那个激不激？感觉怎么样？听闻人家说你很劲。条女有没有高潮啊？我不记得那么多了。
真系唔记得。唔紧嗱，你唔好话我逃避问题啦。我哋都 friend 咗咁多年，我有啲咩嘢你哋系唔知噶？咁而家观众唔知啊嘛。你讲经验噶嘛？而家我第一次啊，嗰阵时觉得系冇上网嗰啲进展得咁顺利啊。你系咪唔知道个窿喺边啊？定系细嗰头入唔到啊？啲毛夹到一仔，森林里寻找啊！我哋其他个个都 OK 嘅，好顺利嘅。断估你唔会插入尿道啩？断估你唔会太细入唔到啩？可能系我技术上唔够啦，冇经验啦。我哋都冇经验嘅。系咪你捅到入去，掂唔到块柱去望，过唔到个关？咁唔一定系个个都系柱噶嘛？哦，你意思啊？嗰条女唔系啊？都唔可以咁讲。即系玩自己撩穿咗啫。就是這些可能他用手指不故意抹尿的時候抹過一日七次是吧不是這些話題我說得太過人骨不如我們問下一位阿耀的經歷啊哇你想問什麼你最近期是什麼時候不是我們現在不是問最近期我們是問第一次的經歷第一次成交的經歷第一次可以咁讲，感觉如何啊？感觉就比想象中好咯，同你啱啱上系嘅咩？即系如果有嗰种温暖嘅感觉啊，你入到去，你明唔明啊？入到去系人都系温暖噶啦。因为天气冻嗰度嗰阵时系温噶嘛。唔系啊，问题系你入嗰阵时系咪好顺利？入嗰阵时长驱直进咯，可以咁讲。咁即系条女个窿大啦，大定细啊？咁我唔知啊，可能或者可能我细，或者可能佢。咁啊，唔好咁睇小自己。系啦，你都唔细嘅，据我所知。咁啊，要大家出嚟比下啦，咁样比剑啦。即系嗰阵时，你系几多岁啊？嗰阵时系廿五岁。廿五岁啊！廿五岁第一次。你廿五岁，佢廿五岁。你廿五岁第一次。佢廿五岁。哦，咁佢母女。唔系佢鸡嚟嘅。你唔惊拿嘢咩？第一次又送你鸡，咁你嗰阵时啊系，嗰阵时第一次叫鸡唔使钱噶，嗰只鸡唔系要钱，有包红收咯，有银，只鸡系咪包翻有红包嚟？有埋 condom 喺里面咯，咁样。我哋今日嘅节目就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下次再倾下有关嘅。拜拜拜拜，拜拜各位观众，拜拜。